儿子因缘无疾而终，竟是地板不平惹的祸。家里地基宅基不稳，从神桌来看的话，左边呢刚好这个地方呢就是他龙边的位置，龙边整个是下陷的，影响到家里的男生的姻缘事业。之前前任女友相交往五六年，结果就叫什么突然就不见了，突然不见，对对对，人间蒸发。